你真的怕死吗？由刘涛、林峰等主演的《星辰大海》正在火热更新中，简爱看到阿香和阿英的悲惨结局，似乎就像是看到自己的未来。她不能再不明不白地跟方恒之谈恋爱，既然方恒之选择了联姻，简爱也决绝地提出分手。简爱分手后离开恒之，外貌事业又回到起点，但简爱始终相信路都是慢慢走出来的。简爱经历公司创业之初的艰难，经历客户无理取闹式的刁难，最终平稳地把简爱外貌带入发展的正轨。简爱外貌已经小有规模，阿娇求简爱给阿明一份工作，简爱让他去看仓库，好吃懒做的阿明却整天摆出一副老大的样子，在仓库喝酒吸烟，甚至故意使坏把烟头留在仓库，导致仓库起火。简爱火速冲进仓库，一声爆炸，房屋都塌了，简爱被压在下面，生死不明。这个阿明从小就是个坐精，早晚把自己送进监狱，期待后续精彩剧情。